This is way too brutal. Alright. 像末日天气一样，大家听不听得到？这镜头已经。现在回车上接一下他们。Baby 呢 ？Baby 呢？啊！很久没有坐过车了。坐后面。没有没有，还是去那个开着那个奥迪，去那个去干嘛来着？去拿车。完全没有看。对。没能看到的。就在我前面。哇，这晃的嘞！君文，你觉得这个车怎么样？这个车是不是像卡车开起来？看像 U 号，我当时是 road trip， 妈妈 road trip， 超好看，那前面不知道是不是那座山，应该就是。真的吗？这么一点就要一个小时？啊，看山还是出马？这个。不懂呀，文盲了呀！哇，这个加速，冲！对 ，C 买点，倒是下速度也是这样，就是它不闪就可以。明白了，这个相机防水吗？防。不防。防。防水，那可以把它 submerge 到水里吗？不是 submerge， 就你比如放在淋浴下面淋是无所谓。哦，那不能 submerge。就下雨这种是无所谓。我都不知道拍到没有。你看就知道了。但里面会很暗，所以。OK。哇，来了！看这个风，不是，哇，哈哈，宝贝，看我，你怎么样 ？How are you doing？ 看我的，哈哈，走，哎，我真的不是很冷，很爽啊，我觉得我就在 LA 待久了就期待这种天气。Baby, are you okay? Are you okay? 哎，其实我觉得有可能会放晴哦。走。哎，有可能会放晴哎。
宝贝你真酷。啊？我觉得说不定有，我觉得说不定有哎、欸。啊！哎、欸，说不定真的能成哎、欸！是，你看这边。Ready？ 好。A little nicer up here. My dear, it won't be long now. It won't be long Clouds and